沉默三天，乔巴六点声明不认渣，曝乔妈情绪管控有问题。被人追着骂的就是童星乔乔的爸爸。11岁的乔乔3岁时父母就已离婚，之后便由乔爸抚养。日前乔妈病逝，爆出母女俩7年都没有见面，乔爸向病重的乔妈要96万的赡养费，让乔爸被网怒轰人渣。他28日再发出6点声明，澄清是遭第三人抹黑。他表示乔乔爆红后，乔妈提起诉讼争监护权，接着就到韩国工作，让乔乔很怕被带去韩国。也因为乔妈的情绪管控问题，被法院跟儿童心理师判断不适合让母女俩单独见面。乔乔也会因为害怕出庭见到妈妈，容易晚上做噩梦。但乔爸一直安排咨商，并没有阻碍两人见面。至于要求赡养费一事，他表示以前就跟乔妈约好，每月会10000元的生活费。讨论的不只是钱，而是妈妈对女儿的爱。也还原当天告别式上，乔妈的亲友在乔乔面前恐吓乔爸，兄弟找好了。让乔乔相当害怕，这部分也向警方备案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来爆料，每月有赏60万，一经录用现报1000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，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万，月冠军再赏20万。你敢爆料，我敢给钱。